各位钓大家好，今天要跟各位钓介绍的是我们头又新开发的商品天涯人船钓小高脚杆。这次我们的这一把杆子呢，在杆尾的部分使用的是一个高感度的金属实心尾，在做钓的时候呢，可以让我们更明显的感受到鱼就饵的一个状况，也可以让我们更好掌握开枪的时机。在导环的部分，我们特别采用的是一个旋转柱的设计，它可以有效来避免我们晃饵的时候造成的缠线的问题。杆身的部分呢，使用的是一个碳带交叉编织的工法，来增加我们杆身的整体强度，让我们可以更安心的来拨鱼。卷线器座的部分呢，我们在设计上也做得更符合人体工学，并且加大它一个接触面积，让整体的感度可以更加的敏锐，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判断水下的各种状况。随杆我们附赠了一个硬壳钓竿保护带，它除了可以让我们方便的来做携带以外，也可以提供我们钓竿更好的一个保护性。本次我们的天涯人呢，设计了两种尺寸，一种是 592mh 以及 682mh， 两把的差异性就在长度上有所不同。那它适用的天涯重量呢，统一都是30号至60号，欢迎各位钓友来体验看看。